阿北可以这样跟你们说，刚才我在看右下角没有人有一波大提升的，就没有升星的这个印记，所以我可以这样跟你们说，野怪打完五阶段野怪打完之前我都不会输的，输了我可以把这个显示屏吃掉。不是，我一个五星丧尸怎么打不过四星丧尸啊？显示屏太硬了，我们换一个吧，我们喝口水好吗？喝口水，喝口水。不会又输了吧？不至于吧？这五丧尸啊，哪顶得住啊？什么东西顶得住五丧？欢迎关注林小北的频道。这把吃鸡钻一，下把吃鸡钻一一半，再吃一把鸡大师，然后下播，三连击下播。哦，看有个问题啊，我上不去人口，我有四豆在手里，但是我上不去人口。这把胡丧尸，但装备烂掉了，这怎么办？吃龙族经济吧。突然经济点四豆算了，不上人口就这样吧。这把不好搞啊，经济好烈啊，只能先理财。现在这种局啊，只能先理财，然后理完财之后我们这三个二人口也不上啊。神经病吧，这装备爆的，装备直接爆的裂开了，有毒吧。下波开四豆，然后接着理财。游侠胡什么了呀？游侠哪胡了？游侠差了18000里。游侠什么装备？羊刀、银血、青羽，或者杀人剑，胡了哪一个？一个都没胡呀！他再玩，再给个漏装，我直接裂开了，这吗？我那个青羽，青羽不是关键的呀，青羽随便换的，羊刀也行，还有青羽换杀人剑也行，无尽也行。这把不好吃啊，很难吃，可以玩游戏啊。其实来了两张，我想想，拿一个羊刀，羊刀要拿到大棒，买来的话会卡经济，但拿不到大棒的话，下一波游侠玩也能玩，就是会烂一点。羊刀银血是一个必备，没有也能玩，就是会垃圾一点。其实你丧尸没有分裂无尽也一样能玩，就是会垃圾一点。我在考虑要不要玩游侠，真的算了，我觉得游侠救不了我。这把烂掉的局，这时候转游侠救不了我。这个装备本身也不是很糊的情况下，不能来，因为来了一个废流斯，我就觉得啊游侠糊了。因为游侠你要知道，在这个版本就是个 T2 阵容 ，T2 阵容。在逆风的时候是救不了的。行行，游侠大师以上 T0， 对对对，我觉得咱们可以这样说，就是游侠大师以上 T0， 不要吓死游侠大师以上 T0， 这种说话是很不尊重人的。比如说什么你开玩笑吧，游侠你不会玩吧，这咱们可以好好讲话啊，不要嘲讽。你觉得游侠是 T0， 丧尸是 T2， 阿北根本不会反驳你，因为我觉得我玩的阵容玩的人越少，我越能上分。射他一箭，哎呦，这圣光的骑兵有点牛啊！这装备真的是 ……Stop it! Get some help! 直接冲八地，火炮丧尸，直接拿羊刀了，我可能。这把从三阶段的最后一轮野怪的装备来看啊，抓游侠会好一点，是吧？阿北说话一直都是有一说一的。前面我觉得游侠不行，因为游侠我在这个血量他救不了我，但这一轮装备爆出来是游侠的装备，但你不能以最后就后面的事情去推前面的事情来决定买不买厄斐琉斯。但从结果来看，确实游侠这把可能还不错，因为他爆的牌都是装备，爆的装备都是游侠的装备。羊刀，黑羊刀，
黑羊刀，黑法爆，黑法爆黑药，黑巨鲨，黑巨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没有本身法强基础的情况下，这个巨鲨也没什么用。黑羊刀会好一点，但没吸血，可能会把自己吸死。黑法爆可以给大头这种单次放技能很慢的，比如说大头，然后大眼都是这种类型的。别给他大甩，哎，极限输出，13点血极限输出，这颗大蛋要孵了，里面有大头呢。注意看啊，大头来了，完美。要不无尽给他吧，放出来直接毁天灭地算了，不要那个了。想想丧尸，给了。砰！怎么看出来是看大蛋的大小呢？我有没有可能拿个羊刀给王？哎呦，坏了，羊刀，这个羊刀拿不了。这羊刀会把自己打死，其实也不是不能打。 2.5% 我算一下， 2.5% 大头 A10 下是多少，25的血，风险太大了。赤华五龙怎么样？这血量吃五龙会不会出事？应该还好，可以吃五龙这吧，吃五龙上九，两星大头这个阶段这个装备可以直接清屏的。这把就跳过丧尸这个阶段了，直接五龙转。他只要放出来游戏就结束了，就怕他放。我操，这五龙不能吃啊，要死。强度有点高，这五龙吃了要死。我现在有个青龙刀或者羊刀五龙可以吃。来个大蛋吧，大金蛋，给个大一点的金蛋，然后我把五龙再下了。不吃，这种分段节奏比较快一点，不能乱吃。还行，中等大象。缺前排D吗？想一想啊，没什么好D的，上吧。上，然后保不死。两星大头没什么好D的，大头就有点慢啊。等个鸡哥救我吧。哎呦，坏了，坏了。好了，大头太慢了，捏了以后，我有点后悔给他无尽了，给个随便什么装备给我吧，让我启动快一点。三龙都不吃了，可以不吃，三龙也没有一定要吃，下波直接上了，地干了，你别不爆东西，这他妈的，装备这大头也太慢了吧，加攻速吧，加点攻速，等这个大头放出来，黄花菜都凉了。这也能输啊，哎呦吼吼，别折磨我啊，装备也太难受了吧。操，三密两斗，丧尸其实也可以不要。头哥你放个好点的大招，头哥你速度快一点，我真的裂了。我想给迪莫的，把大头卖了怎么样，两星大头不要了，迪莫不比他香。哦，伤害是真香，
就是它放不出来，我的前排支撑不到它放大。我要一个小局的复苏者，但是我没地道。这个就是完全体了，应该看看啊，两米能不能开出三米？这个斗丧尸倒是可以下的，其实丧尸可下，因为这把丧尸没装备的，就是一个打工丧尸。哦哦，三星啊！哇，大头牛逼啊！这把有机会啊，这把可能能翻。这把目标是第二吧，第一可能比较难，我没弄错。这家是八黎明啊，这么狠啊！看前面有没有特别牛的。羊刀，羊刀，羊刀大头，好想拿。拿千卷吧，没钱了，先把两星拿出来。不是这个大头，最麻烦的就是他不放大，这是最烦的。哇，法爆无尽狗熊晋级赛，哎呦，我这一辈子放不出来了呀！你这个恶心的那手有点东西的，狗熊哥跳啊！熊哥，熊哥也就这样。天使倒了，可以可以，大头一炮把天使轰掉了。还行啊，其实 A14 下 1.05 的攻速，我给了他两个那个，给他个火炮，攻速还可以。这把有可能吃啊。行，分有了。哦，分还没有。再买个 Demo， 不买了吧？这哪能再买个 Demo， 人没了。双 C 全两星，我这个质量是吃鸡质量。九能口这个质量是吃鸡质量，没有理由不吃的。就是我血量有点低，我有可能一波团龙错没有，然后一波团没打好可能出问题，但整体是吃鸡质量。比如我大头被秒了什么的，只要大头在就没问题。这大头很恐怖，伤害非常恐怖，恐怖的离谱。分有了，好，前三，这把有可能能吃啊。小局两星，再加一个伤害，哦，法爆无尽！兄弟们，吃鸡来了，换音乐。我就说这把龙族能救吧？是的，是的，两家天使打不过我呢，四蜜也打不过我。我这大头只要能放出来就离谱。现在还有什么提升？这个两星提升一下。丧尸丢了，换小恶魔。丧尸还行啊，有个控制。保大头去吧。熊哥鬼叔胖上牛逼，大头直接把天使冲了，嘣！不慌不慌不慌，天使砸他。头哥，头哥再冲一手，天使人没了。哎，头哥不要歪，头哥歪了。别别别，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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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惊险！哎，放弃了，他怎么放弃了？不对，应该不是放弃吧？他只扣四点血吗？他是不是扣血延迟了？六杠一阶段扣四点血不可能吧？六阶段初始是十点血，扣血延迟了，召唤物扣血延迟了，是吧？可以可以，吃了，这把是不是吃的很漂亮？我就是说吧，这把转游侠可能要死，因为游侠是个T2只能救不了。但是你走这个95是能救的，